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2月14号，星期六，农历是11月19。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哎，你好，感恩师傅。你好，请问一个，哎，您辛苦了，师傅。请问一个1942年的马老妈妈，您的弟子看身体。1942有灵性吗？1942年的马。哦，他肠胃很不好，哎，哎呦，对对，肠胃非常不好，对，他老人家那个腰也不行，背齁着，嗯，对，颈椎和头都不好，对，然后他今天有2次血晕，嗯，我告诉你，他血上不去啊，他血啊，哦，嗯，要小心啊，他心脏也不是太好，心脏也不好，哦。您看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放生多少？我看看啊，我看看。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啊，他身上有一个灵性。有个灵性。嗯，一个男孩子。男孩子。嗯。啊，多少张需要？42张先。感恩师傅。嗯。放生多少？放生280条。嗯。感恩师傅。嗯。他。这个灵性在他身上跑的呀，一会儿跑到他的关节上，关节又不好，嗯，对，哎，一会儿跑到他腰上，腰嘛又不舒服，就这样，一会儿嘛跑到他肩膀上，嗯，颈椎和肩膀又不舒服，嗯，他主要是颈椎血流不好，你叫他晚上睡觉的枕头不能垫得太高。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好吧，然后要师傅，哎，然后脖子这里啊，不能做一些强力的推拿，就是可以慢慢的给他推推啦，但是不能做强力的，嗯，好吧。好的，感恩师傅。嗯，再问一个2006年的狗男孩，看一下身体有灵性吗？13岁。没有，蛮好。他就是这孩子13岁，就是。吃东西不好呀，嗯，不稳定。他脑子，嗯，他光叫。我看看。他光叫，嗯，2006年的狗，白师傅。啊，他是他房间的灵性，嗯。房间的。哎，房间的灵性。哦，要哦，房子的，要多少张？经常到他身上去。哦。到他身上他就叫，嗯。像一个哦，像一个娃娃狗一样的东西，嗯，哦，很大的，嗯，很大的哈，嗯，你们家里，哦，你们家里以后这种动物玩具少放，嗯，嗯，他脑子就是有毛光叫嘛，另外有时候还挺厉害的，一直他爷爷给他念那个念小房子也放生，您看看再念多少张小房子，感恩师傅。几几年属什么？嗯，2006年的狗。男孩，哦，蛮多，哎，这个，嗯，哎，这个灵性要的多，1200张，1200张。感恩师傅，放生了，念完之后就不叫了，嗯，就离开了。哦，感恩师傅，放生多少条鱼？3200。感恩师傅。嗯，好吧，应该。最后问一个，1945年的鸡女的，她走路不稳，也是一直在念经。您看他有灵性吗？感恩师傅。啊，小时候吃啊，几几年的？老妈妈，1945年的鸡，啊，老妈妈，啊，有沙叶。沙叶。嗯，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活的东西啊，嗯，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沙叶。嗯。少的沙叶。嗯。感恩师傅。嗯，你要他走路都不稳。不行的，嗯，他这个关节出问题了，嗯，他就是关节闪灵太多了，在他的关节当中啊，所以他的关节会痛的，嗯，哦，好吧，您看要多少张小房子？给他念吧，给他念吧，好吧，小房子86张，这一波哦，86张，八十六张，一波放生，他那个打开了，念往生咒最重要，往生咒，往生咒哦，放生多少条？感恩师傅。600条，嗯，600条，他那个打胎的孩子走了吗？还在，嗯，老妈妈，哦，还在了，哦，嗯，
那再念多少章呢？打胎的孩子就念了，刚刚给你了六。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了好了，嗯，好的，不能再好的，感恩师傅您辛苦了，感恩他们业障他们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您辛苦了，再见再见。喂，你好。喂，你好，是师傅吗？是，嗯。师傅你好，我是弟子给师傅请安。嗯，感恩师傅，感恩祝师傅法体安康，长期在世。我是69年的鸡。啊，我是69年的鸡。啊，哎，您帮我看看。想看什么讲吧？嗯，我想看我的婚姻。我看一下啊，不好啊，我69年的不好啊，是现在是恶缘爆发。哎，恶缘爆发了，对对，上次看了，而且上次我。如果给你看的已经帮你看出来了，这个就是正爆发了呀，现在。对的对的，嗯，您说化解冤结69张小方子。啊，你现在要给他，你现在给他姐姐咒念许愿多少遍呢？10万遍，我念了有13万遍了。嗯。每天1000遍。嗯。你要讲他名字的，不讲名字不行的。啊，我要讲他名字的。啊，你要跟我讲的。要跟菩萨讲化解。化解我跟某某某，我某某某跟某某某的冤结，把你的名字跟他名字讲出来的。对的，我讲的，我讲的。讲了之后，讲了之后，如果还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在善恶缘了，不是在善缘都没了。嗯。啊。那您看我的功课怎么做的？嗯，你现在给他念心经，希望他能够开智慧啊。开智慧，身心回归家庭。我每天帮他念21遍。他现在的，他现在心思不在你这里，你听得懂吗？我知道，我知道。哎，他，我都不想讲了，你应该明白他现在情况的呀。对的，对的，对，因为他以前也是学法门，跟我们一起同学，我一起共修的，我们家这三个人。哎，突然这样子就恶缘爆发了，我自己有错，我忏悔，我懈怠，我也忏悔，我自己修的不好，爆发成这样。我就跟你讲过了，任何人的懈怠都会有业障的呀。对的，对的，我懈怠，我错了。因为你们，因为你还跟他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知道吗？嗯。懈怠的时候你说这些话，因为你在求菩萨的时候，菩萨都帮过你们家里，让你们家很好。帮的，一直帮的，菩萨一直帮的，这么多年，就这两年我懈怠了，现在就出这大问题了，我错了，我忏悔。现在知道就好。都是我懈怠不好，我错了。现在知道就好了。我跟你讲，人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懈怠，因为你的转变，他的业因会转变，业的因一转变，他的果就会转变，你懂吗？对，我对的，菩萨一直保佑我加持我这么多年。现在知道了，做错事情了。我也保持我加油，我加持我。你现在你懈怠过了之后和没懈怠过的不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忏悔啊！忏悔，求求我。你现在还在人间呢，我告诉你啊，你哪一天到地狱里跟阎王老爷这么哭的求的都就没用了。对的，知道错了。现在还来得及呀、啊！我告诉你，还能改变。三十五。到下面，我告诉你，下面的人个个冲着阎王老爷都像你现在这样。我对不起呀、啊，因为给你看到了你的事实了。是的，错了，我错了，师傅，我错了。求求师傅点化我，加持我，给我一条活路。我错了。你自己只有放下，现在要许大愿。那如果这个婚姻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就只能许清修了，听得懂吗？哦，应能接近跟这师傅我有活法。像你这种人很容易改变的，所以护法神不相信你。嗯、啊，我错了，我忏悔，我不能改变。你想想看，你当时发愿的时候跟护法神讲的多好，跟观世音菩萨讲，什么好话都说尽了。你看看你退转的时候，你看看你做了多少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我现在我错了，我忏悔，我现在往后走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倒退，我知道错了，我知道了，再也不能这样放下去了。嗯、我一定一门精进跟着师傅求学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永不停止，永不退转。我错了，我忏悔。靠嘴巴的，修心靠嘴巴的。
我错了。嘴巴有什么用了？讲这么多，到时候白讲有什么用了？听得懂吗？我一定会好好修。嗯，错了，忏悔，我忏悔，师父，我错了。啊。您看我愿意化解的小房子更深。现在继续念呢，再念108章、礼佛大忏悔文，要念78遍。好，针对这个事情，嗯，反正倒没什么，270条啊。嗯，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改，我一定改。好好改啦，自己一生当中这种事情发生多少次啊？感情上你过去也犯过错，你还要你瞒得过我的？我错了。也是跟人家，我错了，我错了，管他呢，做的时候先做了再说。我不要这样啊，听得懂吗？我听得懂了，好了，听得懂了。当然是个本事。你能给我看个94年的狗吗？他的事业，94年属狗的。哇，他心灵有一点点创伤啊。嗯，就是家庭出现的问题。对啊，他就是有点自闭啊，一点点。嗯，对的，对的。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他也修的，他也修的。嗯，正能量吧，好吧。嗯。多给他，多让他坚持要念经，多保持点正能量。好的，好的，师傅，您能看看我家的佛台吗？菩萨来的。菩萨来的啊，感恩。不要再跟菩萨吹牛了，你会害死自己的。不能吹牛，我感恩错了，我错了，我要持修。好吧。好的，好的，好了。我的莲花还在天上吗？号码呢？8360，对不起，8360。8360。嗯，在。嗯。哦，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好了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再见再见啊。师傅法体啊，再见再见。再见。嗯。人生最大的就是后悔呀、啊，一个人后悔就没有药子了。嗯。喂，你好。哎，你好。嗯。你是胡台长吗？我是。嗯。哦，你好你好、嗯。哎呀，很幸运很幸运。嗯。讲吧。我想问一下，我1954年的马，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灵性。1954年的马。1954年的马。啊，有灵性啊。嗯。哦。是女的是吧？是你啊。对对对。啊，有灵性啊，有小孩子在身上，有掉过孩子啊。嗯。我这个已经超度了，他经常还回来，你不知道啊？哦，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还那样，没办法。还要烧小房子吧？要。还要烧多少呢？还要烧。小房子还至少要烧86张。烧这个送给小孩子掉。没，小孩子43张。哦，剩下来的全部给自己的药精者。家里有药精者听不懂啊，家里有声音啊。啊，对呀、啊，家里都有声音啊，我一直在念啊，念了300多了。300，他愿意在你们家不走、啊，你有什么办法？哦。所以你自己家里要干净啊！你现在吃全素了吗？没有，还没有。好啦，有荤腥鬼愿意来的呀，鬼喜欢闻荤腥的呀。什么叫荤腥呢？荤腥呀，这吃的鱼啊、肉啊，这种腥味啊，哦、就是味道啊，嗯。哦。鱼有没有鱼腥味啊？讲啊。有。啊，就叫荤腥呀，荤的腥呀，听不懂啊。哦。啊、我们家里就是我先生很喜欢吃那个鱼、啊。所以他就来了。你先生肠胃很不好。哦。我告诉你，你先生。身上好几个小灵性我都看得到，这样的、我还要总共还要念多少了？帮他好好念往生咒吧，许愿。现在先念108遍。往生咒念108遍。嗯，除了家里的正常工作，就是正常功课之外，还要念。嗯，好吧，好了。还有，我想问一下，我家里那个佛台怎么样？佛台还可以啊，你家里好像还有供神位啊。啊，对。啊，对。
我身上也不能一看就看见。还有我这个还可以，我就是我这个是公寓房子吧，就是政府的楼，我就是说这个房我踩在那个厨房对面，车对面。嗯，凭什么关门呀？厨房门都关起来呀。厨房门没有门啊。啊，没有门的话。就是、小小的厨房。没有门的话，你就自己。最好嘛，最好嘛，佛台那边弄一个屏风嘛就好了。我那个云门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在墙壁旁边有个门嘛，啊、哦，都是里面都是放东西的，这样可以吗？可以的呀，关起来，把门关起来，啊、嗯，好吧。哦、嗯，我就是说没有念经的，我门都是关的。对啦，这就可以的，嗯。这样就可以的。嗯。我想问一下，我以前不是我这个很没用，那个小孩子还要念43章，我自己要经了还要念多少了？喂，你好。在看呢，在看呢。哦，好，不好意思。嗯、小孩子给他念62章。嗯。62章。嗯。好吗？嗯。嗯，还有我的要经了还要念多少？要经者刚刚叫你先40几章念好呀，嗯，43章吗？念好，先念完再说嘛。念完之后再念21章一波，再念个2-3波就差不多了，应该。哦。好吧，多念一点智慧吧，心经多念一点。脑子没有智慧啊，嗯，脑子没有智慧，傻傻的，一辈子就是傻傻的，嗯。对呀、啊，我一辈子就是我没脑子、啊。他讲，我跟你说吧，我第一次去那个观音堂，就是去做梦，那天晚上就回来就做梦，都是写大写的那个字，写的六个字，我都不懂这个叫什么字。写六个字，你慢慢写到东方电台来，我讲解给你听呀、啊。哦，我还不会写不。不识字啊，我都是一直在那个、哎、字典里面去学出来的，不识字。啊，你自己看一看吧。我身体怎么样呢？帮我看一下吧。什么？我身体怎么样呢？胃不好呀，嗯，肠胃不好，腰不好，嗯，肝不好，你的肝很、哦、肝吃的肝有一点点脂肪肝呢，嗯，脂肪肝呢，嗯。哦、还有啊，关节不好，嗯。哦。还有我们脑子不好，经常记性一塌糊涂，现在什么东西都记不住。对对对，一下子，比如说去房间走到厨房走到房间拿什么就忘记了。现在不知道啊，他掉头发，嗯。啊，对。耳朵又不好使，很多东西耳朵都听不清楚，就是身上这个灵性搞的呀。台长，我一结婚就是坐月子都是以前在农村嘛都是以稳账嘛，嗯，就是好像都是坐月子的时候都像好像外面都有人影这样迎来迎去迎来迎去都是这样， 嗯， 嗯，我坐月子也是一直在生病，坐第二个月子坐了阴气太重呀，阴气太重啊，我跟你说肝出毛病了，就是跟你讲，嗯，阴气太重了。阴气重这样要念什么呢？大悲咒呀。大悲咒啊、哦多晒太阳，多念大悲咒，好吧、嗯？好了好了，多多念经啊，听师父话。还有我跟你说吧，我以前有暗慰过那个南海观音不是啊、嗯？这个后来有慰。就送给他了，我家里一直在吵架，天天吵架，房子的。妈妈，这个要怎么弄呢？没有办法了，送掉嘛就算了。工商，我已经现在没有供了。没有供了，没有供嘛，再重新供呀。你不供的话，菩萨不保佑你呀。哦，还要重新供那个南海观世音菩萨。没有啊，你现在供了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了不啦？对，对了嘛，就不要管，不要管了，继续供下去，可以了，嗯。哦。不要再供了，不要管这个了，没关系，这是你自己身上的业障。我一直在忏悔呀，
哎，不要搞了，不要搞了，哎。不要搞了。哎，你就是忏悔，忏出来一个毛病，不要忏悔了。是菩萨的话，气量会这么小的？所以你这供的这个佛像里面进去的不是菩萨呀？听不懂啊？哦。好了好了，嗯。我先。哎，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好了，结束了。我想问一下，我那个放生要放多少的？放生随缘放，100条、200条都可以。哦好吗？哦、好了 好了，给人家打打了啊！再见再见，嗯。喂，你好。哎，师傅师傅你好你好。你好。哎、终于打通了。啊。哎，师傅师傅你好。啊。那个、嗯，我想请你给我看一下图腾。几几年属什么的？啊，我83年属猪的。看一下，念经了没有啊？啊，我念经了。83年属猪的。啊，想看什么？身体上是吧？他身体有没有灵性？啊，有啊，哎，啊，在脑子里啊，嗯，经常控制你乱想啊，杂念纷飞啊。对对对对对。啊，什么思想，什么事情思想都不集中啊。嗯，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记性越来越不好。是的，是的，是的。啊，自己腰也不好。哎、啊、哎，对对，腰不好，腰不好。啊，跟你讲了，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这个灵性跑上跑下的，嗯、啊、嗯，一到夜里的时候，这个腿啊浑身不舒服。对呀、啊，他就是跑上跑下呀，而且、哎、而且还造成你的血脉不和，血脉不和，所以你的手就冷啊，脚都冷啊，经常。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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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的，是的。听懂了吗？是的，嗯、啊，是的，是的，是的。嗯、啊，师傅，你看我这个图腾是什么颜色呢？偏深色的猪啊，嗯，什么色？偏深色的，偏深色的，稍微深一点，不是白猪，是稍微深一点点颜色的猪。哦，稍微深一点颜色的。啊，不大，不，哦、这个猪就是会跌跌，一直在跑，跑一跑，停一停，跑一跑，停一停。也就是说，你的事业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想做什么事情，做到后来都不成功，嗯。是的，是的，是的。啊，要改毛病。啊，那师傅，我这个身上灵性的话，我功课现在怎么做呢？念小房子啊，先念56章。56章。啊，念完之后放生嘛，放个200条鱼。放生哦，我现在跟这边的师兄一直在放。啊。初一十五都在放。你年轻的时候很聪明的，现在有点傻了，脑子不行。就是在感情、啊、感情上有过波折，听得懂吗？哎，是的，是的，啊、是的，你被人家拿掉很多气场啊，你懂不懂啊？被人拿掉很多气场啊，所以这个人有时候被人家拿掉气场，人就会魂魄不齐、啊。嗯，哦，这样的啊，呵呵是的，感情是不好，感情、啊、我离过婚了啊，就是主要问题。有的时候做出来，经常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自我太重。然后有的时候嘛，老在后悔当中，老跟人家对不起，对不起，嗯，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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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是离嘛就离了，离了嘛就是自己要好好念解节奏呀，明白了吗？解节奏是吧？啊，哦，那师傅，我这个做梦啊，我有时候梦境现在就经常很容易会飞起来。哦，那好事情啊，飞起来不管抓个什么东西，飞起来是好事情、啊。不管抓个什么东西，你飞多高了？就是不管抓到什么东西啊，一喊一句话，它就飞起来了。哎呦，好事情啊，说明你的境界在提高啊。哦，这样的。哎、啊，好吗、哦？嗯。那是我这个业障的比例是多少呢？你几几年属什么呢？83年属猪。啊，你身上有个灵性在颈椎哦，经常在你颈椎上。啊，我右边的这个颈椎对、啊，我右边颈椎有时候很酸有痛。又酸又痛。就右边。嗯，就在。啊、对对对对。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呀。哦，就是在这个地方。嗯、那我你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直接超度是吧？超度的，把它超度的，嗯。哦，56章。56章啊，如果还痛的话。再加21章，啊，再痛再加21章，好吗？啊，师傅，那你我看我的功课怎么做呢？大悲咒29遍，嗯，心经要49遍，心经49，往生咒要念
49遍。嗯，礼佛念1遍到2遍。礼佛，嗯，然后七佛灭罪真言要每天要念49遍。啊，49。解结咒念49，好了。解结咒49。嗯，好吧。哦，好。好，感恩师傅，我第一次打这个电话就打通了，因为我一直在看你的视频。好好念，很有缘分，我很好好念，很有缘分。好啊，我一直在听你这个视频。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再见啊，再见。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嗯，喂，你好。嗯。喂。啊。师傅啊。啊。师傅。哎呦，没想到会打通电话，在路边，不好意思。嗯，讲吧。师傅，对不起。几年属什么的？嗯。一直跟您忏悔，师傅。嗯。对不起，对不起。嗯。我不知道会打通电话，对不起，师傅。嗯。一直跟您忏悔，我往前所造的所有的业障，祈求菩萨慈悲，谢谢师傅慈悲。师傅，我是73年的牛，帮我看一下我的左耳的耳鸣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好。啊，哎呦。哦，很多年了，嗯，是我从，哎呦，好像是初中还是小学，对呀，20年了啊。你自己的腰受过伤啊，腰啊，嗯。是的，是的，师傅，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受的伤很严重，嗯，有一次还影响我的呼吸，感恩师傅。你现在这个要当心的，因为过去呢，小的时候的耳鸣呢，是你呀，爸爸妈妈的肾脏一直不好，啊，然后呢，你。然后呢，你呢一直不知道补肾，嗯，明白吗？你的耳朵这里呢，我看到有很多的海鲜，哦，小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海鲜了，你这个耳鸣呢，过去呢是不严重的，只是鸡这么叫，现在嘛，自从你上次腰受了伤之后呢，它就厉害了，听得懂吗？嗯，是的，所以你要。第一呢，要吃杞菊地黄丸。好的。然后呢，自己呢，经常呢，两个手啊，先念大悲咒合掌，念完之后手搓一搓，然后搓自己的腰。嗯。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吃一些中成药，它有一个叫左次耳聋丸。我刚刚才买了没多久，正在吃。你吃吃看，大概要3瓶之后才会有点效果。哦，我买的是那种一个大丸的那种。啊，那你可以啊，你把它弄成小丸的嘛，太大了怎么吃下去？你把它，你慢慢吃，慢慢吃的话，它肾脏会改变的。而且呢，你要记住了，你要肾脏要改变，要多喝水，肾脏要多洗澡。嗯。水呀，就是肾脏啊，就是靠水的呀。嗯嗯，听得懂吗？嗯，明白明白。那我是要送小房子吗？要针对这个耳鸣要多少张？要的要的，现在就是主要往生咒还要念多一点，往生咒要念最好许愿10000遍吧。嗯，喂，听不见了，10000遍往生咒，好吧，然后再念一点心经啊，再跟菩萨。多多的忏悔，每天要念3遍礼佛，然后吃点中药，很快就好。啊，你现在听不到，我听不到你声音，但是你听到我声音，我讲完你就挂掉吧，好吧？然后你自己每天3遍礼佛，跟观世音菩萨说我，喂，说3遍，说观世音菩萨我要灭掉，就是灭度我的这个冤结，喂。听得到师傅，您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刚听到。嗯、啊，我刚刚听不到您师傅说，礼佛我每天是5遍。三遍。啊，你现在念5遍是吧？对的，对的，我现在一直都是5遍。啊，那就可以了呀，念5遍嘛就好了，好吧？那需要为这个耳鸣特别求吗？这个往生咒特别另外要的？要的。那怎么祈求呢？求观音菩萨保佑我耳鸣消除呀。那我每天5遍之外，再另外加念2遍，祈求这个耳鸣消除，可以吗？你就把两遍拿出来，每天念3遍礼佛，不就好了吗？哦，好的，好的。好吗？好的，那往生咒要另外念多少遍？不好意思，我没听到刚刚。
往生咒你要自己要许愿一万遍，针对这个事情、嗯、好吗？就是也是消除耳鸣是吗？对啊，你就说针对消请菩萨保佑我消除耳鸣念一万遍呀、啊。哦，那我许十万遍可以吗？不行啊，你许的太多的话，万一过去生中的那些闪灵来找你，你就惨了。哦，好的，那我就有事不在，我给你讲了嘛，你就一万遍一万遍许啊，听不懂啊？嗯，好的好的，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嗯、好了。那我小房子要针对这个耳鸣要念多少章啊？108章啊。108章、嗯，好的好的，师傅，师傅请看一下，我的还在不在？1864。什么号码？1864。在啊，还在天上呢，嗯。怎么样，好不好啊？蛮好，死不掉，嘴巴话少一点，好吧？啊？师傅，因为我是做人事的，就哎呀，对不起，师傅。做人事的话嘛，你要控制好自己讲话的呀。做人事的要干点人事啊，听得懂吗？不能不干人事。好的，对不起，师傅。师傅，我还想请问一下师傅，就是说我修行上面还有什么要特别要注意的？除了我的口业之外。特别要注意的，嗯，没有什么，就是自己动作不要太快，因为你的骨头已经有点脆了，嗯，哦，你很容易这里骨折那里骨折，听得懂吗？是的，是的，我前段时间就伸手拿这个快递的箱子，都把手给你到了，看见了吗？我跟你讲，要吃一点维他命 D， 哦，维他命 D 听得懂不啦？喂。明白明白，帮助那个钙片吸收的，好吧，好了好了。好的，嗯。另外师傅想问个亡人，尹春和，尹就是君子的君，不要一个口的，春天的春，和平和啊，对，因为以前师傅帮他看过，他在阿修罗后面掉下来，我不知道，因为和是什么和啊？百合花的和。尹春，春天的春呐、啊。对，春天的春，百合花的和。嗯，又回阿修罗了，嗯。那我还要。再念多少张小房子可以再往上推呀、啊？嗯，你要是有时间的话，你要帮他至少念108章。我现在许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没有停过，嗯、之前许的108章还没有念完，我需要再另外再许108。你就把这个108章先念完算了，好了，好吧？哦，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嗯、看看能不能上去。好了，再见了，再见了。好，感恩师傅，地址业障自己背哈、啊。再见，再见。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感恩。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